Hello， 大家好，叔叔阿姨大家好。哎，好久没跟大家打招呼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回家休了两个月的假，没怎么拍视频哦，对吧？都是大胃王拍了几个发给我，然后我传上去。我在家干嘛呢？主要就是带孩子做饭。我回家以后，我妈就能省点事情了，我老婆也能够少一点压力。出来以后，他们又得辛苦了啊。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们，我看都挺好，这趟过来没怎么瘦。大胃王最近还好吗？很好，我在这里我煮菜，每天不怕工资。对，表现非常好，每天做饭，还种了那片小菜地，非常棒哦！我看豆角啊、小芹菜啊，各种菜，我们家的小菜地已经发展壮大了。老二最近怎么样？当班主，你来是买是，不买的话，你家的是少好人啊，你来是生少，人啊会生少。把我的小鹅养出鹅蛋来了，还是不错的。对，这个我还是挺欣慰的。有事没事还能哎到处跑跑玩玩，对，不错。猴哥呢？我上学很好，然后我进学我也很好，现在。没错，猴哥又长高了一点。对，长高了一点。然后这个牙缝好像也大了一点嘛。长宽了一点。今天拍视频就是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回来了，然后呢我今天还得把东西整理整理，因为昨天晚上回来比较迟，七点钟才从机场出来，他们去接我，到家以后已经九点了，吃完饭以后直接睡觉。今天我东西整理一下，我今天整理我的东西，然后明天我来给你们分发我带给你们的礼物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兄弟们拜拜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忘记介绍小胃王了。他现在很困，对，想睡觉，对，没有力气。大家看，没有把我忘记哦。一来还喊爷爷，是我爷爷，现在会说，对，非常棒哦。对，好了，拜拜，跟爷爷奶奶拜拜，你说。拜拜，拜拜奶奶，他困了。